主料，琵琶腿十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蚝油二大勺，五香粉一大勺，姜片、老抽一勺，料酒二勺。内经，准备时间两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十到二十分钟。鸡腿洗净，可在表面切几刀，放小盆中，加姜片、五香粉、盐、蚝油、料酒、内经几勺去老抽，抓匀后腌制半天以上。油锅七成热，下入煎好的鸡腿，大火来回翻动至表面发黄，中小火慢慢炸透，最后大火炸至金黄色，取出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，食用时可较细辣椒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